岁次乙未年，冬至祭祖，天地君亲师，群书治要的为君之道。公录自蔡吕旭老师演讲集。在中国古圣先贤所讲述的五伦关系中，君是重要的一伦，也是三纲中不可或缺的一纲。君是指国君，延伸开来，所有的领导者都称为君，包括家庭亦是如此。易经家人卦说，家人有言君焉，父母之位也。家庭之中最威严的君是父母。一个家庭的带头人要很有威严，可以威慑整个家庭的后代，恩威并施，这就是父严母慈。其中父严之父就是君。从前是大家族，有一二百人住在一起，辈分最高，公认最有德行、有地位的族长就是君。所以一个人尊重领导者的态度，在家庭中就培养起来了。在二次大战前夕，欧洲的学者研究，为什么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国独存？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这可能是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缘故。重视家庭教育，才能培养出孝子贤孙，才能培养出国家的忠臣，所以教育最重要。一，天地君亲师。中国的老祖宗非常推崇君亲师这三个角色，这对家庭、社会、国家的影响特别大。所以从前，人们在祖先牌位旁还会供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当然，君亲师也是效法天地的无私、天地的德行，来扮演好他的角色。社会动乱一定是从君亲师方面出问题开始。居上位者没有做好君亲师，在下位者不尊敬君亲师，国家就会动乱。孝经言，邀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说，不尊重君，不尊重至圣先师、古圣先贤，不尊重父母，这就是大乱之道。现在社会家庭的现况是，二三代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先要求自己。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正己化人，学习的人、居上位的人自己先做好，德行自然能感动他人，进而唤醒人们的善根。君亲师这三个角色，只要能够贯彻三种精神，就能把他们扮演好。第一，君，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懂得知人善任，反求诸己。这是君道。第二，领导者懂得落实亲的精神，如同对待家人一般的爱护下属，这是亲的精神，这样就能君人臣忠。第三，懂得师的精神，师是引导、教导、指导，抓住机会点给他讲明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要不断充实自己的道德学问，善巧方便的智慧，才能扮演好师的精神。可见，君道并不是政治人物才需要学，无论是家长、单位领导，或者是学校老师，都要持守君道，才能把我们的角色做圆满。二，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在中国的历史上，太康失国，他的弟弟很无奈，想起大禹的教诲，写成《五子之歌》，见《夏书》，收录在《群书之要》卷二《尚书》中。经文云，其一曰：“名为邦本，本固邦宁。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为人君者，要安定民心，然后国家才能发展。本是基础，人民百姓是国家的基础，民为邦本。基础稳固了，国家才能兴盛，国家才能安宁。本固邦宁，这是大禹的教诲，他的心境是念念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大禹说，于是天下于夫于妇亦能胜于。在大禹的眼中，天下每一位男女都胜过自己，这体现出他敬畏尊敬重视每个人，他不会轻视人民，更不会去糟蹋奴役人民。由于大禹尊重人民，所以才得民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接着这一句话也很精辟：愿起在明，不见是徒。注解说，这是不见是谋，背其威也。意思是说，埋怨、怨恨不能等到很明显、很严重的时候再处理，而是要在不明显、还看不见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到。图就是赶紧修正自己，施行好的措施，赢回民心。领导者如是，我们在经营人生时亦如是。大禹又说，鱼鳞照民，我带领面对着亿万的子民，君临天下。领乎若朽索之欲六马，领是戒慎恐惧，以非常慎重、诚惶诚恐的心情来治理天下。若朽索之欲六马，就好比用一条腐烂的绳索驾着六匹马拉的车，车速度很快，而绳索就快断了，如此驾车心情如何？一定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慎重，就不会出大状况。最后结论说，为人上者奈何福敬，当天子、当领导者的人怎么可以不尊重臣民呢？所以领导者最重要是有德，要把爱敬带头做出来。对这一句的注解引用了《孝经》的经文说，能敬则不骄，能恭敬就不会傲慢，就不会对人民无礼。所以在上不骄，则高而不威也。这一段很精彩，是大禹传给后代的教诲，这是珍宝，大家要捧好，真捧回去，家就会兴旺，团体就会兴盛。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秦荒，甘酒嗜阴，峻宇雕墙，有依于此，未获福亡。这是指大禹皇祖的教训，如果都迷乱迷恋在欲望里面，只要犯了六种之中的一种欲望嗜好，就一定会亡国。其三曰：唯彼陶唐，有此纪方，今失绝道，乱其纪纲，乃抵灭亡。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历史，这是夏朝的典章，讲述的是尧帝的治国之道。所以不只是孔子祖述尧舜，大禹传给后代的教诲都是以古圣先王为榜样，这是道统，一直传承后世，
没有中断。唐尧建都冀州，行的是大道，所有诸侯和老百姓都以他为天子。金师绝道，指太康失道，乱其纪纲，没有遵循尧帝祖先的规矩、纲纪以及治国的原理原则。底是招致，乃底灭亡，指最后赶来的就是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遗绝子孙，荒惰绝序，父宗绝嗣。明明是形容祖先大禹非常圣明，他是万邦的国君天子。有典有则，遗就是留，他将治国的规则典籍都留给我们，而太康却没有遵守，荒废违背了这些规则典籍，造成祖宗的太庙都毁弃，后代不能传承下去，父宗绝嗣，因为国家被后裔夺走了。其五曰：呜呼何归，余怀之悲，万事愁余，余将愁衣，欲逃乎余心，言后有扭泥，福甚绝德，虽回可追。呜呼这两个字跟呜呼相通，我们要归向哪里？我心里一想到此就非常悲哀，万世的老百姓都会埋怨我们。一是依靠，现在国家覆亡了，我们要依靠谁？以后如何复国？郁是心里非常忧愁郁闷，扭泥就是心里很惭愧，言后有扭泥，只愧对人人贤士，现在国家变成这样，遇到人人贤士都觉得抬不起头。福甚绝德，因为不谨慎败坏了自己的德行，虽回可追，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三，周公教子与尊贤。在中国的历史上，周公是落实君亲师的好榜样，他的教子与尊贤之道令人敬佩。在《群书治要》卷十一引用《史记》说，周公借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与天下亦不见矣。然我一目三桌发，一饭三吐哺，其以待世，有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甚无以国骄人。戒是劝戒告戒，周公教儿子伯禽相当严格，因为他们是贵族，假如不严格教导，孩子容易骄纵放逸。在德育故事中提到，伯禽三次去见父亲，都被父亲处罚，他不知道原因何在，就去请教贤人商子。商子让伯禽去看南山的乔木和北山的子木，他才了解到乔木很高，代表父道，子木比较矮，代表子道。所以为人子对待父亲要有为人子之礼，要懂得礼敬父亲，要懂得卑下。后来伯禽再去见父亲，就赶紧给父亲行跪拜礼，父亲很欣慰，说他得到了贤者的教导。从这个故事我们也看到，周公爱子并不是宠爱，确实是恩威并施，悲智双运，用智慧来教导孩子，而且是慎于始，从小就要教导，以至于在他的孩子将去鲁国就任国君时，就先教导他当国君应有的态度。这是周公教子的智慧。周公说：我是文王的儿子，
是武王的弟弟，而且是周成王的叔叔。他的地位在整个天下是仅次于周成王，连成王也要非常礼敬叔叔。周公说，我跟天下人相比，应该不是低贱之人，不建议。周公很谦虚，说他是不低贱的，其实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然而，有如此高的地位却是非常的谦卑，不会因地位高而产生骄傲、奢侈。如同《孝经》所言，在上不骄，高而不威，至节谨度，满而不溢。不骄傲，不奢侈，才能长保富贵。而保有富贵更重要的是和其民人，就是照顾好老百姓。周朝分封诸侯，而分封诸侯最重要的是让这些诸侯代表周天子真正去爱护人民。他是受天子之命，他要忠于天子的信任，要好好爱民，而不是去作威作福。周公辅佐成王，要为国家做出很多重大决策，需要很多贤德之人来出谋划策，集思广益。所以，只要有贤德之人来拜见，周公马上恭谦地去迎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一目三桌发，是指周公接见的贤士太多，有时候贤士到来时，他刚好在洗头发。因为他对人恭敬，不敢怠慢，所以就赶紧把头发抓起来整理一下，还没洗完就去见这些贤士。往往洗一次头都要中断好几次。一饭三吐哺，吃一顿饭可能贤士又来了，他就把刚刚放到口中的饭吐出来，赶紧先去见。所以吃一顿饭吐好几次。从这里看出他尊贤恭敬的态度。其以待事，是赶紧去接见这些贤士。有恐失天下之贤人，心里很担忧怠慢了贤士，让国家失去任用贤人的机会，都是存大公无私、为国举才的心。周公以自己的身教来欺勉儿子，告诉他：“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你到了鲁国，要戒慎恐惧，千万不要以国君的身份怠慢了读书人，看不起读书人。”这就是严重的错误。所以欲在上位者欲要谦卑。唐代魏征劝谏太宗皇帝有一篇文章《谏太宗十思书》，在这十条中有提到，念高危则思虚心以纳下，处在高位要虚怀若谷，以谦虚的态度来接纳属下的意见，绝对不能刚愎自用。所以牵卦六爻皆吉，64卦中唯一一个六爻都是吉祥的卦。说院中有一段文章说，孔子带着学生去参观太庙，看到一个机器，它没有装水的时候是倾斜的，装了水以后它中正，可是水太满了它就会倾覆倒掉。所以自满没有不失败的，都是要循着中道。子路这时候就问夫子，有没有能持满然后不倾覆的方法，也就是说有没有长保富贵不衰败的方法。夫子接着说，高而能下，地位很高，常常能屈下来；满而能虚，
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学识，但是能够虚心，不志得意满，满而能虚。富而能俭，很有钱，但是能够节俭。现在很多企业家确实很有钱，他藏富不奢侈，藏富教孩子，节俭才能长保富贵。贵而能卑，身份高贵却能自卑尊人。智而能愚，有智慧但是不骄傲，不自以为是，觉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觉得自己不足，自己还是愚昧。勇而能怯，很勇猛，但是懂得戒慎恐惧来对待事情。尤其是出国征战，虽然勇猛，但是毕竟打仗都有可能伤亡，不可不谨慎。诚惶诚恐地去做，能够时时戒慎恐惧才是大勇，才能成就事情。匹夫之勇会坏事。辩而能讷，辩才无碍，但是韬光养晦不张扬。讷就是不去卖弄言辞，懂得收敛。博而能浅，学问广博，却自觉还很浅薄。明而能暗，很多事情看得明白，但是不苛刻，有时候懂得装糊涂，给人台阶下，叫难得糊涂。能够做到这些，才能够长保富贵而不衰败。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身是在群书治要君道中强调的重点。假如我不是一国之君，也不是团体的领导者，这些教诲我也能奉行吗？现在天下乱了，也是我的责任吗？天下乱了，跟我有关系，是我的责任。我们坚信，人之初，性本善。社会各行各业，各个角色有好的榜样，都能把人的善心唤醒。我们对民族，对人类有责任，应该带个好头，扮演好每个角色，给他们好的影响，这也是对天下最大的贡献。胡晓林董事长是一个企业家，做了很好的示范，现在带动了无数的企业家来扭转整个商道。每个人都可以对天下有极大的利益，怎么可以说天下安危跟我们没有关系？所谓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武侠片也说，国家存亡之际，岂可言儿女私情？民族天下危亡的时候，不能只想着儿女私情。夫妻要同心传家道，为社会做榜样。台湾有一位女士陈树菊，当选为《时代》杂志百大影响力人物，也当选了富比士慈善英雄，得了两个世界性的大奖。他从事哪个行业？卖菜的。他从小学毕业上初中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就压在他这名13岁孩子的身上。他体会到没有钱给亲人治病是他人生的遗憾，就把遗憾变成动力，尽心尽力去资助特别困难的人。以他这样一位卖菜的女士，竟然能捐出1000多万元台币。他做慈善的心是尽心竭力，是完全奉献，
没有丝毫为自己。他有一句话很有哲理，钱在不需要的人手上只是数字而已，没有发挥价值。可是钱在非常危难的人手上，它就可以产生很大的价值。他365天都欢欢喜喜地在卖菜，他说自己最喜欢赚钱，因为赚愈多，帮助的人愈多。重点在后半句，他非常朴实，决定不是赚很多钱然后去挥霍。他的事迹在台湾报道之后，整个社会出现一个现象，小额捐款的人快速增加。因为受到他的感召，觉得我们的经济都比他还好，他竭尽全力为社会奉献，我们跟他比差多了。所以一个女子带动整个社会行善风气，怎么可以说一个人的力量小呢？中国的白方礼老先生论经济、体力和能力，几乎所有的人都比他高，可是他却成为行善最好的榜样。为了下一代能够读书，老人家绕赤道18圈，捐了30多万人民币，感动了无数人。后来还被拍成电影，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所以如果各行各业都有人力行仁义忠恕，就可以带动一方的风气。告诉大家有一点很重要，陈树菊女士之所以能够变成台湾的精神，是因为她每天必看师长讲经，这是重点。所以我们觉得师长老人家的教学太有价值了，他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当中依照他的教诲去落实，都可以成为各行业的榜样。陈女士可以，胡晓林老师可以，我们也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至。只要把天下的安危放在心上，这些经句我们就可以用上。我们这一生的目标是成圣贤。从哪里跟圣贤效仿？是他的身高体重吗？是他的动作吗？不是。慕贤当慕其心，要效法他的心境。孔子为什么成为圣人？因为他觉得天下的安危是他的责任。所以夫子说，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某之罪也。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他不怪天下人破坏这些文化，他只提醒自己，我有没有尽心尽力把诗书礼乐弘扬开来。所以夫子他能讲出公自厚而薄责于人，群书治要卷九论语，这是他老人家的心境。我们看到老人家公自厚，就会想到当五伦关系中发生状况时，会完全不指责对方，只反省自己。因为至诚就能感通对方。例如在君臣关系当中，春秋时代的史丘劝卫灵公要任用瞿伯玉，不能用糜子瑕。糜子瑕是佞臣，他劝了很久，卫灵公都没有听。结果直到他断气的那一刻，史丘也没有责怪他的君王，而只是责怪自己。他断气前还在为国家着想，交代他的儿子说，我没有尽到忠，
我死后没有资格放在正厅，你把我放在窗户底下就好。儿子很孝顺，就照办了。卫灵公来吊唁，一进来看到棺木摆在旁边，非常震怒，对他儿子讲：你这不孝子，怎么把父亲的棺木乱放？儿子说：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后一口气时交代的，说他没有尽到忠，不能劝君王任用瞿伯玉，这是他的过失，所以他没有资格放在正厅。他到死亡的那一刻都不指责别人，而是在反省自己，这是至诚的忠心。卫灵公一听，当下非常震动，回去之后就罢黜了糜子瑕，任用了瞿伯玉。我们要了解，任用忠臣而不是奸臣，这对国家人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综上所述，诚如群书之要所言，为君难，为臣不易，为人君者真正是不容易，要处处给天下人做榜样，国家才能够真正长治久安。师长上敬下空老教授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25个朝代，每一个朝代的崛起都是认真学习古圣先贤的文化，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国家才能传世久远。只要一疏忽，不听老祖宗的教诲，社会就出问题，政权就被别人夺取。古圣先贤教导后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教什么？就是教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社会安定，国泰民安，才能传之久远。要尊重文化，尊重圣贤，教育是以孝亲尊师为根本，这是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只中国还存在，就是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种文化的承传，方能永远不衰，永远不变。诚愿天下为人君者都能够真正落实古圣先贤君亲师的教诲，反身恭己，尊贤远宁，诚忿戒贪，真正为天下百姓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真正缔造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永续和谐，以及天下的太平盛世。这一篇要放在冬至祭祖，主要是揭露群书之要，群书之要这本书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我们第一个发心，把它印10000套，希望有以后不至于失传。这本书是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唐能成为历史上的盛世，
啊，一直影响到今天，大家都没有把大唐盛世忘掉啊，连外国人也常常提到他是怎么治的，完全回归文化。他能做成功，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孝亲尊师的第一个原因。现在我们做为什么做不好？我们没有孝亲的心，没有尊师的心，我们怎么学也学不像。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下面扎根，这个根就是孝道。啊，我们要怎样做法？把孝亲尊师，也就是《弟子规》，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这一本小册子上。能把这个小册子上1080个字、113桩事情真正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你才扎稳了。往后我相信你这一生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一帆风顺啊，每一个行业都能荣宗耀祖，都能报效国家，都能服务人民啊，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行业，欢喜自己的行业，把自己这个行业做好，跟其他的行业合作，社会就安定了，世界就和平了。啊，每一个行业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缺少啊，缺少就不圆满了。啊，无论哪个行业都值得人尊敬的，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人的一生真正幸福是什么？不是高名厚利啊，而是能够吃饱穿暖啊，身体健康，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无论哪个行业都是服务，这就是圆满，这就是幸福，这就是快乐啊！全心全力付出了，为社会付出为别人付出。有人问我，我们处在今天的社会里，在今天这个社会哪一个行业最重要？我告诉人，几十年了，啊，应该至少有60年了。60年前我就告诉别人，到今天我还没有改变。从事哪一个行业最重要？小学教育最重要。
啊，为什么？人是从小教好的，长大养成习气不好教了，从孩子教啊，谁能够真正发现？一生从事于这个行业，牺牲自己这一代，把下一代培养好，这个人是伟人呐，这是了不起的人呐。啊，教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智慧愿望。啊，谁能够在这个行业上尽忠敬业？母亲呢？扎根教育完全是母亲的责任啊！啊，所以古时候教女比教儿子重要。啊，为什么？下一代是什么样子？全靠母亲。啊，现在环境完全变了。啊，中国自古以来大家庭。我在抗战期间离开故乡，那一年我10岁。我们住在乡下，乡下还有家，传统的大家庭。啊，我自己的家是家败了。啊，在我上一代，祖父这一代衰了，父亲这一代败了。啊，家没有了。我住在姑妈家里。啊，我姑妈家里家还在。所以我的印象还很深刻。啊，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家里上上下下有100多人。啊，不到200人。大家庭，兄弟10个没有分家，啊，在一起生活，那一个大院子就是一家人了，啊，现在讲像村庄一样，这一个大村庄，啊，就一家人，我见过，啊，这种大家族如果没有家道，没有家规，那家就亡了。所以家道家规非常严格，人人都要遵守。啊，高祖父年岁太大了，不问事了。啊，大家长尊祖父。啊，祖父的父亲重视教育子女，啊，所以家有家学，一般称作私塾，是家学，教育是家管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是国家，国家不管这个事情，这是你家的事情。啊，国家只管考试，你家里教，参加考试，啊，是考取功名，
考取了，啊，这有等级的，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国家考试是进士，啊，这些名称也就像现代的学位一样，啊，进士是博士学位，最高的，啊，举人是第二个学位。毕竟是次一等的硕士，现考的秀才好像本科学士，啊，考取有资格从政，啊，优秀的是官员，次一等以下的是幕僚，完全遵从老祖宗的教诲。我们对老祖宗要尊敬，现在人没这观念了，认为老祖宗迷信，老祖宗落伍，啊，老祖宗那些制度都应该是过去了，永远过去了，啊，那个生活长治久安，人民真正一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虽然他没有成就，他一生过得快乐，啊，老养老是大家庭的事业，越有养老是家庭最重要的大事，家庭承担啊。现在养老院只养你的身，不能养你的心，啊，物质生活你不缺乏，精神上苦不堪言，活着来干什么？我到养老院去访问过，老人告诉我们没用了，社会不要我们了，坐吃等死。你说那种心情，让人感到非常悲哀啊！啊，人生走到这个地步，是多么凄惨！啊，但中国古时候不是的，老人在家里跟小孩玩在一起，子孙后代膝下承欢了，他快乐啊，看到底下一代一代长成啊，那多么欢喜啊！所以人人都懂得忠实教育，人人都懂得孝敬长辈，人人都懂得给晚辈做榜样，啊，让晚辈从小就看到好样子，自自然然养成一个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所以连外国许多学者专家研究中国历史，佩服中国人的教育，啊，那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但是我们今天把它丢掉了，我们不要了，希望找到更好的，啊，找了这个将近100年了，没有能找到好东西，自己的好东西丢掉了，信心失掉了，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今天怎么办？尽自己一份绵薄的
力量，做好样子给世人看。啊，在这个世间做孝亲尊师，啊，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今天从事的行业是佛陀教育，这个要懂得了，不是迷信的，迷信就错误了。啊，我学佛也跟同学们说过不少次啊。我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跟佛法这个缘分是方老师介绍的，在哲学概论里头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听人说过，总以为佛教是迷信，宗教都是迷信。啊，所以对于宗教都有反感。啊，接受老师这堂课，啊，首先我提出质疑。我说老师，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笑着告诉我，你年轻，你不懂啊。释迦牟尼，他没有说释迦牟尼佛，只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我头一次听说过。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一点不假。啊，我们从个人最高的享受，个人的身心健康，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感谢老师，我每堂课都向他行鞠躬礼。啊，要不是他，我这一生生活非常痛苦啊，苦难啊，啊，一定牢骚满腹啊！啊，怎么会有这么快乐？怎么会有这么幸福？啊，这是老师教的，我们认真兑现。啊，那么学了64年。64年一提升了，明白了，不但大乘佛教是高等哲学，它还是高等科学。现在这个世界上量子力学家所研究出来的这一些发现，我们讲发明啊，宇宙的奥秘，我们看了他们的报告，全在佛经里头。3000年前佛常说啊，宇宙的奥秘，物质是什么，念头是什么，大自然的现象是什么？
宇宙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只有大乘经典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现在科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让他们来作证他们研究到最后的把佛经的对照证明佛三千年所说的，他们现在才发现。所以我们有一个感触，我觉得顶多20年，2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人肯定了，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迷信，佛法是高等科学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好，所以才对他有向往，对他才有兴趣，越学越欢喜64年真的是学不厌行不倦我们依教奉行在这个世界，他跟我们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让我们在这一生不造罪业知道怎样与大众相处特别是佛经上所谓的冤亲债主我们跟他和睦相处，我们没有对立，这心多自在，多坦然久而不迷提上升一层，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状况，宇宙真的是天上还有天呢六道轮回讲清楚了，设法界讲清楚了，诸佛刹土讲清楚了这些从哪来的？念头产生的，不是哪个制造的是众生念头产生，那么善念所产生的现象是天堂，是极乐世界；恶念恶行所产生的是恶鬼地狱。一切法从心想生的，看你想什么。我天天想佛怎么不快乐，天天想菩萨，所想的尽善尽美没有我念，没有我言，没有我心别人对待我那是另一桩事情，有认识我的，有误会我的，这很自然的现象。那我们怎么对待？平等对待一个人最重要的身心快乐健康长寿这是大家都想祈求的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纵然有些的事情应该做，我能力有限，我已经尽心尽力付出了，这就叫圆满我没做好，他不会怪我
啊，我正在做，啊，我要没有这个认知，不肯做，那我对不起祖宗，啊，对不起芸芸众生，啊，我们真做了，啊，所以从哪里做起？我提供过诸位，就是孝亲尊师，这是根之根啊！今天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也要抓这个根，没有这个根，传统文化兴不起来。一定要从这做起啊！从这做起，我们要注眼点在哪？注眼点在下一代儿童啊！所以我勉励年轻的同学，我们发现当老师叫什么？叫同谋扎根教育啊，舍弃我们一生，我们来当小学教育，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下一代，希望下一代能够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啊，不从这样做起，我们不行，我们是半路出家了，二三十岁才知道啊，迟了啊！一定要小孩五六岁他就懂得啊，当然最好父母能够在家里协助做好样子，到学校老师同学做好样子，我们把这个根培养起来啊，然后用一条龙的学校，用这个方法把人才造就出来。真正有几个圣人出现了，世界就有救了。我们这个教育，圣贤教育，儒家圣人、贤人、君子，在佛法里面，佛、菩萨、阿罗汉，佛是圣人，菩萨是贤人，君子是阿罗汉。啊，印度跟中国人叫的名称不一样，事实一样。啊，文化要互相学习，要互相包容。啊，要去除障碍，他才能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比什么都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篇。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尊敬的诸位法师、老师，大家好，阿弥陀佛。甘肃省离间古城金山寺佛学班开敬，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题目是：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释迦本师于此五浊恶世示现八相成道，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因众生根基千差万别，故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以应群机，而其出世正说即此净土法门。净土妙法乃释迦本师所说一切法门之外的教外别传，十方如来同赞，千经万论指归。大集经云：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当今时值末法，众生根气愈来愈劣，其余法门皆难成就，因其他法门皆是庶出，如爬楼梯，必须一节一节向上攀登，见此修学，方能成就。然而，众生无始以来，业身障重，多是进少退多，所以纵使多劫修行，亦难成功。唯有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最为简易直接，方便就近。一句阿弥陀佛，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上中下根、各行各业，人人能行，处处能念，只要具备真信切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皆能于此五浊恶世横出三界而往生极乐。净宗大德上海下贤老和尚为我们末法众生注释表法92年，贤公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时师父只传他一句阿弥陀佛，主其一直念去，并嘱明白了不要乱说。贤公老和尚老实听话，真干，依教奉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一直念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明白了，但从不多说，只是遇到有缘人方才应机施教指点迷津。在贤公老和尚注释表法的92年中，就是为众生示现，将一句佛号落实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行住坐卧、待人处事当中，心中只有阿弥陀佛，没有烦恼，见啥都说好，见啥都高兴，顺境不起贪恋，逆境不起嗔恚，在一切境缘中安住实相念佛，修忍辱波罗蜜，成就一切德行。贤公老和尚一生身教多于言教，其不多的言教皆字字珠玑，自性流现，义理甚深甚广，不可思议。其中三句对弟子稍有启发，今略作浅述。一，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二，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三，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儿。一，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一，好好念佛，好好念佛即净土持名念佛法门之宗要，信愿持名，信愿持名乃往生正因。我们虽自称敬业学人，然而并没真正做到信愿持名，好好念佛，是何原因？有疑，因为心中有疑惑，故不能升起真信切愿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之心。弥陀要解云，非信不足起愿，非愿不足导行，可见生信乃起愿导行之根本，故应从信入手。所谓信者，偶一大师于要解中是六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信自者，信我现前一念之心
本非肉团，亦非圆影。树无出后，横绝边崖，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十方虚空，微尘国土，原我一念心中所现物。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信字。信他者，信释迦如来绝无狂语，弥陀世尊绝无虚愿，六方诸佛广长舌绝无二言，随顺诸佛真实教诲，绝智求生，更无疑惑，是名信他。信因者，深信散乱称名，犹为成佛种子，况一心不乱，安得不生净土，是名信因。信果者，深信净土诸善聚会，皆从念佛三昧得生，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亦如影必随形，响必应声，绝无虚气，是名信果。信事者，深信只今现前一念不可禁锢，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禁，时有极乐国在十万亿土外，最极清净庄严，不同庄生预言，是名信事。信理者，深信十万亿土实不出我今现前借耳一念心外，亦无现前一念心性实无外故，又深信西方一正主办，皆无现前一念心中所现影，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我心变故，佛心亦变，一切众生心性亦变，譬如一世千灯，光光互变，重重交涉，不相妨碍，是名信理。又印祖云，所言信者，须信娑婆时时是苦，极乐时时是乐，娑婆之苦无量无边，总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种苦汇集一时，见智乞丐各皆有之，故须专修净业，求生极乐，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莲花化身，无有生苦，纯头南向，受等虚空，身无灾变，老病死等名上不闻，况有其实。追随圣众，亲视弥陀，水鸟树林，皆言法音，随己根性，由闻而证，亲上了不可得，何况有愿。思一得一，思十得十，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则翻娑婆之七苦，已成七乐。至于身，则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不离当处，便能于一念中普于十方诸佛世界，作诸佛事，上求下化。心则有大智慧，有大辩才，于一法中便知诸法实相，随机说法，无有错谬。虽说世地语言，皆弃实相妙理，无五阴炽盛之苦，想身心极灭之乐。故经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也。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莫能喻。深信佛言，了无疑惑，方明真信。如此信矣，则应发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之大愿。印祖云，既知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应发切实誓愿，愿离娑婆苦，愿得极乐乐，其愿之切，当如堕厕坑之祈求出离，又如系牢狱之切念家乡，己力不能自出，
必求有大势力者提拔令出，娑婆世界一切众生于逆顺境起贪嗔痴造杀盗淫秽污，本有妙觉明心，乃无底之侧坑，既造恶业必受恶报，久经长劫轮回六道，乃不赦之牢狱。阿弥陀佛于往劫中发48愿度脱众生，有一愿云，若有众生闻我名号求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誓愿度生，若众生不求接引，佛亦无可奈何。倘至心称名，誓求出离娑婆者，无一不蒙垂慈摄受也。阿弥陀佛有大势力，能把娑婆无底侧坑不是牢狱之人直下出离其中，悉皆安置于极乐本有家乡，令其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也。又欲生西方，最初须有真信切愿，若无真信切愿，纵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只得人天福报，即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若信愿具足，则万不漏一。有名所谓万修万人去者，指信愿具足者言也。如是信愿具足，即当提起一句佛号。印祖开示道，既有真信切愿，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为先导，念佛为正行。信愿行三，乃念佛法门宗要。有行无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无行，亦不能往生。信愿行三，具足无缺，决定往生。故知信愿行三，乃往生资粮，资粮欠缺，便难往生。是故信愿行三，缺一不可。由上可知，欲好好念佛，须从信愿下手。信愿具足，必能做到老实听话，好好念佛。二，成佛是大事。成佛是大事，即师父上人于来佛三圣永思集中所云，轮回路险，死生事大。科注云，世人皆共争无关紧要之俗物，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不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但贪名利，故忧苦万端，无有出期。如慧书曰，夫物有本末，事有缓急，以办了一大事为急先务。譬如人入大城中，必先觅安下处，而后却出干事，底目昏黑，则有投宿之地，先觅安下处者，修净土之位也。底目昏黑者，大限到来之位也。有投宿之地者，生莲花中不落恶趣之位也。然诸人缓于火急之事，走不及之经营，大命将尽，虽毁何益？盖三界犹如火宅，片刻难待，实应速求出离，永脱轮回。学佛之人应明了自己学佛之目的，为什么学佛？不为求人天福报，不为求名闻利养，只为成佛。如何成佛？念佛成佛，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往生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即是明心见性之大菩萨，即法身大士。科注云，阿惟越智此番不退，又不退有三义：一、位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地；二、行不退，除见思惑，拂断尘沙，横渡众生，不堕小乘地；三、念不退，破无明，显佛性，念念流入如来国海。以上三种不退，若在此土修持，须先断见思惑。见惑即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思惑即贪嗔痴慢疑。见思惑断尽即未不退，相当于小乘阿罗汉。
然后再断尘沙惑，指微细的念头如尘沙一样多，故以尘沙为喻。尘沙惑断尽即行不退，相当于菩萨位，最后破无明。四十一品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直至破尽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法身全显，圆证涅槃三德，正入常寂光土。如此见此修学，如爬楼梯，需一节一节攀登。然而此土障缘众多，修行艰难，故多是进少退多，久经长劫亦难成就。但此净土法门，凡夫可待业往生，恒生圆超，不可思议。科注云：凡往生者，不再堕凡地，是正位不退。极乐国土唯一佛城，故不堕于小城，是行不退。既生同居及同生上三土，圆修圆正，于此土中必破无明，显佛性而正念不退。于念不退中，超尽四十一因位，一生成佛。极乐世界一正主办，一一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虽有四土之名，实无四土之实。只要往生极乐世界，便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皆得三不退，智慧神通不可思议，一切受用无不自在。观音是指诸大菩萨同为伴侣，手拉手，肩并肩，同闻弥陀广宣妙法，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圆修圆正，一生成佛。故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则大事办矣。三，其他啥都是假的。啥都是假的，即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亦即《金刚经》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印祖云：须知世间万法，悉皆虚假，了无真实。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热石焰，如前闼婆城。凡与前闼婆此云寻香，乃天地月神，其城乃幻现非实。世俗所谓蜃楼海市即此也，为自己一念心性亘古亘今，不变不坏，虽不变坏而常随缘。师父上人云：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物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物质从哪儿来的？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甚至于科学家说，世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100千念，这一弹指有这么多念头，我们把它换算，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有多少个微细念头？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100千念再乘7，可以换算出来2240兆次。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个念情，这是微细的念头。这种微细的念头频率太高了，我们没有概念，它在哪里？就在现前。所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这个频率，佛经上的名词叫业相，业就是动，不动就没有业了。我们心一动是意业，意在造业，口动是言语，口在造业，身动是身体在造业，身与意三业，我们的造业从来没有停过。一念请都没有停过，念念都在造业，三业通通有。我们迷失了自信之后，就堕落在轮回。轮回住多久了？住了无量劫，没出去过。出去之后，他再不会回来。
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梦醒过来，梦中境界痕迹都没有。所以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真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念念不住，这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真相。听师父上人讲经，我们明了六道轮回、十法界一正庄严，皆从我们一秒钟2240兆个念头变现出来。无论善念恶念，皆在制造六道轮回，只要有念就不能出离。怎么办？念佛。念佛即是直接从念头下手。师父上人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第一念是妄念，第二念马上阿弥陀佛。一念佛是净念，所感果报即往生极乐世界，故用阿弥陀佛取代妄念。如是念念相续，妄念不入，久久自得一心，不但当下即得利，不被凡尘所系缚，临命终时亦感佛接引，往生极乐。四，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闲公老和尚此句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不仅尽括释迦如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法，更一语道尽诸佛如来出世之真因，唯说弥陀本愿海。又此句具足无量寿经中之三个真实，好好念佛即住真实之慧，成佛是大事，即得真实之力，其他啥都是假的，即是真实之际。此三真实又圆具涅槃三德，真实之慧即般若德，真实之力即解脱德，真实之际即法身德。故知此句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亦圆具涅槃三德，其意宏深不可思议。然而此句之归宗，即是一句阿弥陀佛。又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此句亦成为闲公老和尚92年注释表法之总结。老和尚不仅自己一生将此表演得淋漓尽致，更将此句真言劝导一切有缘众生。吾等亦应向闲公老和尚学习，牢记此句，依教奉行，自利利他。二，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此句之重点即心专，心专即经中至心一处，即大势至菩萨所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及师父上人常劝导学人之修学方法，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闲公老和尚大慈大悲，用92年时间为我们表演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此一句佛号念至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此正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其意自现，一即经中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之证明。故闲公老和尚说，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只要心专，无事不办。师父上人云，海贤老和尚就是把心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他能够得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没有别的巧妙，就是至心一处。佛经里头有故事，世尊曾经叫国王做实验，在这个很热闹的活动当中，找一个死囚来做实验，叫这个死囚头上顶一盆水，告诉他，从这个街头走到街尾，能够一滴没有洒出来，就赦你无罪，
就放你了。如果滴了一滴下来，马上执行砍头。这个囚犯听了之后，确实这一盆水从街头走到街尾一滴没漏。国王问他，那些唱歌跳舞的，你有没有看到？没看到。有没有听到？没听到。为什么没有听到？我的心只想到水一滴不能滴下来。他的心就在水上，外面境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海贤老和尚常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这心要专一专注。我们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里？没有专注。我们是用散乱心在念佛，散乱心在闻法，心不能凝聚成为一心。印祖云，至于念佛，心难归一，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有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者，即是念佛之心专注于佛名号，即摄一根。口须念得清清楚楚，即摄舌根。耳须听得清清楚楚，即摄耳根。此三根摄于佛号，则眼绝不会乱视。念佛时，眼宜垂帘，即放下眼皮，不可睁大。眼既摄矣，鼻也不会乱嗅，则鼻亦摄矣。身须恭敬，则身亦摄矣。六根既摄而不散，则心无妄念，唯佛是念，方为净念。六根不摄，虽则念佛，心中仍然妄想纷飞，难得时矣。若能常都摄六根而念，是名净念相继。能常常净念相继，则一心不乱，与念佛三昧均可见得矣。有师父上人详细开示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落实在十念。印光大师的十念法，印光大师念到一心不乱，就用这方法。它的特点，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反文，就是听自己念这句佛号，自己听这个佛号，听自己念的佛号，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记得清楚。记就是从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不要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这样不好，这样搞乱了。就记十句，十句这是第几句，清清楚楚。你一天念一万声，也是从一到十，从一到十这样记法，不要用念珠，心里头记。十句记不下来，记五句，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记法，在记不住的时候就用三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记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这就对了。而且特别主张默念，不要念出声音，不要念出声音。有没有声音呢？有，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耳朵把这个能量集中向里面听，听我自己念佛的声音，不要听外面的。意念集中之后，外面声音听不见。为什么？你那没有注意力。我们常讲注意，注意什么意思？眼见色，注意看。意是意识，意识是分别，第六是分别，第七是执着。注意就是把第六意识注进去分别它，把莫那识放进去执着它，执着生烦恼，贪嗔痴慢疑是执着。通过分别，这个我喜欢它，那个我讨厌它，喜欢的我想拥有，喜欢拥有就是执着，不喜欢的我把它丢掉
那也叫执着。能不分别不执着是功夫，用什么方法修这个功夫呢？用念佛的方法，就是要记述，要听。意识心活动范围非常大，频率非常高，很不容易控制。这句佛号把它管好，叫它集中起来，专门听自己念佛号的声音。默念没有念出声，没有念出声还是有声音，外头人不知道，自己很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容易得一心不乱，容易得念佛三昧，这叫会念佛。印光大师用这个方法，而且给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念熟了，没有一个不往生。三，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儿。一，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即佛。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儿，根儿者，根本本源及法界本体真如自性。阿弥陀佛是根儿，指阿弥陀佛即是法界本体真如自性。又根者生发意，无量寿经一解云，根是譬喻可以生长善法的意思，故一切善法皆从此根即阿弥陀佛流出。科注云，故知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复又会归此法界也。实显阿弥陀佛名具万德，阿弥陀佛名招万德。阿弥陀佛者，梵语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具云无量觉。有无量寿经中，阿弥陀佛有十二别号，一号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等等。阿弥陀佛常以无量寿、无量光作代表，无量寿表时间，无量光表空间。弥陀要解云，光则横遍十方，寿则数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故知阿弥陀佛即是法界本体，即一切众生之本觉理性，本妙明心。有要解序云，持名即始觉和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科注谓，由上可见弥陀名号即法界体，故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又名号即众生之本觉理性，起心念佛视为始觉，今所念之佛正我本觉，故云持名即是始觉和本。是故念念相应而念念即佛，彰显净土法门念佛成佛之无上妙谛。师父上人云，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儿。这句话意思很深很深，真正把根找到了。根不能一时一刻离开，把这个根照顾好，故知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儿，即是心是佛。把这个根照顾好，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故是心即佛。二，他立妙法托彼贤此自他不二。有贤公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儿，此正妙显他立法门，即经中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即抛却几分专归佛力，深显贤公老和尚权杖佛力，仰靠阿弥陀佛，靠倒阿弥陀佛之心。印祖云，
念佛一法，乃丈佛力出三界生净土耳。丈佛誓愿摄受之力，自己信愿念佛之诚，无论正悟与否，乃至凡惑丝毫未断者，均可丈佛此力，给予现生往生西方。科注云：世称净宗为他力法门。净宗所以能三根普被，一生成伴，凡夫二乘立灯不退，皆仗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之力，此即仗他力。净宗之所以就近方便者，即以弥陀无上果觉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因达果海，果彻因缘，因果同时，感应难思，此又是他力之妙用。是以巨浮凡夫，但能信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深信此两个有字，切愿往生一向持名，即可如愿，净灯不退。又此净土法门虽是全仗佛力，但非离本心，乃是以他力而显自心。科注云：应知他力亦是自心，自他不二，自他宛然。因他力而显自心，从有念已入无念，正是本法深妙处。是故弥陀要解云：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自，若会言他佛，则是他见未忘，若偏重自佛，却成我见颠倒。起信论云：自佛他佛总成细论，人我两忘自他不异，诸佛法身湛然常寂，以本愿故感应道交，即自即他，无虚无实，唯一真如周遍法界，众生依于业缘患有分段，如居屋下不见天日，念力成间幻缘思境，如彻屋部天日豁然，任运往生，还同本德，净宗之妙全显于此。由是深感净土法门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大悲慈父之深恩厚德不可思议，纵使粉身碎骨亦难报答。我等实应深知牢记，阿弥陀佛不仅是闲宫老和尚的根儿，亦是我们一切众生之根儿。我们应像闲宫老和尚一样，仰靠阿弥陀佛，靠倒阿弥陀佛，赖定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念念不舍阿弥陀佛，把根抓牢，早归自性极乐老家。四结语：大慈念老于科注中云，世人多慕玄妙，而不知最极玄妙只在平常中，故云平常心是道。大慈念老一句平常心是道，一语道破净宗玄微。师父上人云：平是平等，就是相续想，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没有夹杂，没有妄念，是我们经题上平等，就是平等心。常是不间断，念念是平等心。这平等心的内容是什么？是阿弥陀佛，这是道。阿弥陀佛含无量意，不止前面弥勒发问经所说的十念，不止，一念具足一切念，一念具足一切法，无论世出世间法都不出这一念，真妙，玄妙到极处。所以念老说世人多羡慕玄妙，而不知道最极玄妙的在平常当中。海贤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从他身上看到，
从生活上看到，从他工作上看到，从他待人接物，你细心去品味，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平常心是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净土难信今已信。有幸与夏莲老的《无量寿经》汇集本，黄念老的《无量寿经解》，恩师师父上人的慈悲宣讲，贤公老和尚的现身表法，及恩师齐老师的悲心护持，真是无比难遇之幸运。弟子实应升起心有难遭之心，珍惜每天每分每秒，秉持平常心是道，抓住一句佛号，落实在生活待人做事之中，唯有真正往生极乐世界，方不负此生难逢之盛缘，方能真正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以上是惭愧弟子开净的心得报告，借用贤公老和尚之三句真言，浅述净土法门之宗要，信愿持名，持名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即念佛成佛之理论根据，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然而其意深广无边，难思难议，开净根性愚钝，习文不多，复是初初学习，所学浅薄，又缺乏真诚恭敬清净之心，故不能深解义理，所述浅显片面，深感惭愧，无地自容，文中定有诸多错误与不足，恭敬叩诚尊敬的恩师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老师批评指正，开净欢喜接受，阿弥陀佛。最后以彻悟大师法语结束此篇报告，并以此自勉及供养一切有缘菩萨。修净业者须知：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二、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为净土正宗；三、以摄心专注而念为下手方便；四、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五、以坚持四众戒法为入道根本；六、以种种苦行为修道助缘；七、以一心不乱为净行归宿；八、以种种灵瑞为往生正眼。此八种事各宜痛讲，修净业者不可不知矣。惭愧弟子开净，顶礼叩诚。开净这一篇报告，我们读了啊，很欢喜，是一篇很好对于念佛同修的开始啊！我们深深的期望他说到了，真正能做到，给一切大众做个好榜样，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你的功德就圆满了啊！有戒有行，净行受做这样的表法，就是海鲜第二。啊，下面呢还有一篇，现在我看只剩下四分钟了，啊，大概这个时间不够，下一篇呢要留在下一次。
后面他居住彻悟法师修行的法语八句话，希望我们都要把它记住，常常放在心上，勉励自己做真实的反省，彻悟大师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到。啊，这个里面的根本就是前两句。真正把前两句做到了，后面都没问题了。那后面就是表法。啊，道道地地的表法。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我们修佛的同学，地藏大师要知道生死是哪了。真的，佛说的没错。自从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团团转了，从来没有出离过。由三善道转到三恶道，由三恶道再转到三善道，反复来回，没完没了。真的，这是事实真相。你有没有做过上帝？啊，忉利天主有没有做过？你有没有做过大梵天王？你有没有做过摩西首罗天王？肯定做过，不稀奇。你有没有度过无间地狱？哪里都去过。啊，这一生算是很侥幸，非常幸运。为什么？你遇到佛法了，你能信佛法，你能依教奉行。换一句话说，你要是搞真的，你有超越六道轮回的缘分，这一生可以超越，这才是生死第一桩大事啊！啊，如果我们疏忽了，这一生就白来了，遇到这个缘。还继续搞轮回，真可惜啊！开经偈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话是真的。遇到净土法门不容易。彭继清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这个稀有难逢，你遇到净宗，遇到念佛法门，实在值得庆幸，值得欢喜。你要把它抓住啊，你可不能放松啊！啊，抓住阿弥陀佛。念念不舍离，
我们能出六道轮回，能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比中头奖都难呢、啊。我们真中了。啊，可是有这个缘分而没有掌握住，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还舍不得放下，这种人多很多很多。什么原因？无始无明习气太重了，无量界的习气啊，哪有那么容易放下。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向老人家请教修行的秘诀。啊，老人告诉我四个字，看破放下。放下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像爬楼梯一样，相辅相成，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么个方法。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初学，对佛法一窍不通，他用这个方法来说，我们懂，能体会，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直观。只就是放下，帮助你观，观帮助你放下，帮助你知。啊，像楼梯一样，一层一层向上爬。净宗法门殊胜，只要爬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后面就不必这么麻烦了。为什么？往生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们现在用经本第二十愿四十八愿第二十愿，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佛没有妄语，是真话。那问题就解决了。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化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你得到的。那加持行吗？行。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才加得上啊！你要不是本来是佛，加不上。本来是佛啊，这个缘多殊胜。所以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别放在心上。那把这一句佛号信念持名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能丢失，我们就稳稳当当的成功了啊，这是圆满的成功啊。所以这一篇报告对于修学净土是很好的开始啊，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网上。好。